我们每天啊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订单，人工处理的话，又慢又容易出错，下面我教大家快速的进行一个处理，那我们过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文件啊，这个印刷好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它每一个画面它都是有一个对应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什么作用呢？其实它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啊扫到对应的那个切割文件啊，那现在印刷好的文件已经在我们机器上了，那实际上我们这边软件打开就是它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识别二维码啊，我们找到现在来找一下它的二维码在哪里啊，轻轻点一下它就找到了。找到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定位，它就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读取我们的切割文件，然后进行一个定位裁切了。那我点一下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文件就找到了，找到以后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定位裁切了。